嘉义市一台救护车日前载送采检阳性的70多岁男子，被转送嘉义基督教病院收治。行经博爱路二段中兴路口，被通过红灯，甲白色的修理车侧撞，正边的车头当场毁损，零件喷散地面。救护车顶悬20多岁随行的护理师，腰部无损坏，被送往病院治疗。日前一台载送采检阳性男子的救护车，在经过破路二段要准备通过路口时，无小心甲一台修理车发生侧撞，救护车车头严重毁损，而车内也因为载着确诊者，当警方来时，也被提醒卖想挖病患，而车顶一名护理师也因为弄急之后，腰部无爽快，被送医治疗，转送嘉义基督教医院的一个防疫救护勤务，在行经博爱路二段的时候，在减速跟鸣笛的一个状况之下，那不幸在新业西路与博爱路二段与自小客车发生相撞。那当下救护人员也是立即检视原本的伤患，那也有立即请求支援，将那个原本的伤患完成救护勤务。那另外还有一名伤患也是马上送医处置。根据了解，70多岁男子被采检出是阳性确诊者，并过后必须送到嘉义基督教病院收治。而嘉义市救护车出勤载送，经过破坏路二段时，被修理车在路口撞到，相关车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。新闻台民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。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